大家好，我係幾，今年係2021年，9月6日星期一，琴日9月5日，東京站我遠移，今次東京站我香港選手攞5個牌，2個銀牌，3個銅牌，恭喜曬啦，今次東京奧運香港選手攞6個牌，1個金牌，2個銀牌，3個銅牌。我覺得今次東京奧運東京殘奧香港選手好活躍，好感動。我覺得今次香港選手活躍，鼓勵香港人，辛苦曬。我繼續關注香港，我希望你哋香港人、香港朋友身體健康，下次見，拜拜。